啊，我那儿一待一天天的，特别没劲，没意思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以后你就甭约我了，没什么意思，出来一点劲都没有。哎呦，姑娘看起来挺喜欢我，跟这儿挺拧捏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哪样？要不然上我家玩去吧。哟，我家里头也没人。嘿，我说。真省钱、啊、不是玩什么呀，还玩什么不行啊，真讨厌啊，就玩点你们男的都喜欢玩的呗。嘿，英雄联盟，这得了，你好不了，你我中弹，别我抢啊，别我抢，什么中弹？怎么样？不是这，打那儿起再没有姑娘喜欢过我。那是啊，他们可能觉得我太解风情了。对，他们说这怎么办呀？啊，我现在就觉得我找不着女朋友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我没有钱。我就纳了闷儿，你是骂谁呢？这是不是骂谁的问题？你能没有钱？你这不是我们家有钱，那是我爸有钱，我没有啊。不是你爸凭什么不给你？是啊，知道了。我你男朋友了。我可以了，不是，这有事儿啊，这有事儿。凭什么不给你？问题是什么呀？我爸不希望我过早的就花这么多钱，没有这能力。哦，不是你接触对哦，我有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。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晨曦，嘿，人那鞋 GZ 知道吗？哎呦呦呦呦，裤子都是圣罗兰的，你看我什么？你什么呀？穿一大褂，我这鞋还内联升的，你看。我这跟人能比吗？我。哎呀，啊！人家出门天天的法拉利兰博基尼，我什么呀？我你什么呀？我天天坐地铁来，我啊，我跟人能比吗？我当然找不着女朋友了。是是，我说我现在我过够这样的日子，你给我钱，给我钱我花去，我也造，我也出去找姑娘去。哎呦，私密去啊！私密，我一说这话啊，给我爸气的，那气了，扶持半天。你爸气得太大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郭麒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危险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没钱呢？你三观不正啊！啊，三观！我给了你钱，你出去花，这钱是你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吗？你看这话说的。日后真有一天爸爸不在了，谁给你钱让你花去呀？你师父给你那是疼你啊，你自己你不得努力吗？啊，不能拿别人钱。再说了，你想想，你以为有钱就好啊？怎么了？啊？有钱，你觉得爸爸的生活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？你错了，孩子，爸爸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。哦，出样还是你爸，出 simple。 哎，对，知道吗？还是你爸爸明白。哎，我爸爸这么跟我一说，啊，我明白了。